欢迎大家来到快乐大本营全息户外特别季，我们终于要走出演播厅，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户外假期之旅了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常德桃花源白明洲，这个好好玩啊，这个好浪漫。说实话，我们如果要是走到，我们就已经走到了。这跟想的不一样啊。这里像农夫，我好像会吞噬这种感觉。哎，这个今天咱们这个词啊，创球目标一个英雄。这词俩特别像村里面的大爷。哇，你都这么大点了，为什么没有小 H 和小 O 啊？来了。